Hello，Hello，各位朋友晚安。朋友在线上朋友晚安。对，我们今天又到 AD 来说书好书分享的时间了。我们已经有大概多久没有直播啦？有2个月喽。已经有2个月了，有没有想我们呢、我很想你们嘞。啊？对啊，因为其实这2个月当中，第一个月是遇到过年嘛，哦，对啊。对，那第二个月的话，就是来宾有出一点就是小状况。对，那因为我们每次选书的话，都是还是要经过一个阅读以及消化的过程，是，所以等于说，遇到一次状况，可能就相隔大概又相要隔一一个个月，月。像今天其实我们本来也是有邀请一位来宾啊，就是 Amy。Amy，对，我不知道有没有 Amy 有没有这种现象，哦，她可能就是她生病感冒啊，就不太舒服，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先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维护健康。对，身体是最根本的嘛。那今天想要问一下，我们先谢谢今天提供我们是，场地的那个女爵我们殿堂。这边今天的场地呢是女爵殿堂，那是由我们在板桥帮的好朋友菲欧娜老师她所提供我们的，有没有就我是们谢谢很他，好漂亮呢？灯光美气分家。对呀、那我们板桥帮是一个就是板桥在地，大家互相你帮我帮你的一对，个就是粉丝团。真的，所以我们很对。多有很多的资源。对，也欢迎，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加入这样子。好，那现在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本书呢，《斜杠青年》是园长选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来当我们直播的主题呢？其实这本书哦，从去年呢，去年初的时候，2017年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蛮多，就是 YouTube 啊，有在这个网络上有做讨论的。对，因为我有看过这个囧星人。囧星人，对，他还是他是属于知识型的 YouTuber，然后也是我一直蛮崇拜的一个偶像，算偶像。对，他都是在分享书，他阅读过的书籍。对，那因为刚好就是今年初啊，今年初就刚好去这个诚品，就看到这本，大概翻了一下，发觉说其实作者有很多的想法，就是跟我就是很多想法是雷同相似的。他都是在强调说，我们未来的社会啊，是全球化、多元化，对，所以说光靠一项以就前是说的一一技技之之长，长，它是不够没有的。竞争力的。对，如果可以在就是兼顾好本业的同时啊，同时发展就是多项的职能的话，是可以就是维持自己的竞争力之外，也能够让自己的生活、生命还要更丰富。是。那这个标题呢，跟这次主播呢，主要想要传达分享的理念跟精神是什么？我们想说这本书主要作者就是叫我们能够是透过就是兴趣的培养啊，创造自我的价值，那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多元、更丰富。啊，像这个斜杠青年，我先来告诉大家一下，这本书的斜杠青年呢，它这个概念是出自于《纽约时报》的这个作家呢，马西·艾伯赫的著作。他在书中提到说，现在的社会呢，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满足于一种单一职业的生活方式，然后是开始借由多重收入跟多重职业来体验更丰富的生活。它这个就是英文源自于英文的那个 slash 这个斜杠的符号，来区分不同职业，所以就变成他们的代名词了。对，斜杠青年就是他们这一群人的代名词。可是，很多人呐，如果你没有去深入了解，可能会误以为说，只要有多重职业，可能多重的收入来源，就是个斜杠青年。不是哦，这只是一个表象的解释而已。对，所以我在跟朋友就是在探讨这一本书的时候，其实蛮多人都会怕说，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而其实作者真正提倡的斜杠青年的精神呢，是希望透过就是长期稳定的一个兴趣的培养，比方说阅读啊、运动啊，来就是探索自己人生的意义。像他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我们呀要透过摆脱这个从众的心理，打破框架，
后透过学习了解自我，那倾听自己内在的需求，来发掘自己的这个天赋还有兴趣。所以他对像这个作家，作者他本身他是作家，也是自媒体人哈。那他曾经就是办了就是两次的这个个人画展，还有也创办了一些论坛，以及比方说他我创办了我的十个基本生活信念这一本杂志。他也是爵士舞的老师哦，而且也是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真的。所以他就是把他的兴趣变成了专业，然后多元的发展变成有多种职业，所以他就是斜杠青年的专家代表。对，没错。那这本书的核心价值跟作者要传达的理念是什么？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多元发展多项人生之外啊，他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的财富自由的定义啊，不是把财富量化无限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而是真正能够掌握到自由。因为我们一般会认为说我有钱，然后我想要买什么就有什么，就是这样的财富我就满足了，但是这只是比较的表象的物质。对，主要是要能够强调就是降低财富对我们的约束力。那什么叫做降低财富对我们的约束力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当我们能够就是不为钱而工作，而为兴趣的工作，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到底要怎么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一般我们会想说饭碗很重要啊，对不对？怎么可以说为了兴趣，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在就业的人从事的工作都比较跟自己的兴趣不见得有关系。是，所以就是要利用就是其他的时间来规划，就是发展培养自己的第三专长，人生的这个第二曲线。他等于用剩余的时间去创造更有价值的人生。而且千万不要就是把赚钱啊、工作啊当成一种最终的目的。对，它只是一个手段，让你可以拥有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的一个手段过程。而且他作者本身啊，虽然说在这本书里面他是强调就是降低欲望嘛，降低物质生活，让自己的心可以更平静、更自由，不会受到就是别人外在的一些世俗的框架，说别人觉得你应该娶妻生子，你应该要月收入多少，几岁就要结婚啊，成家立业，那几岁你就要有的什么几百万的收入啊，或者是你几岁就要买房子、买车子啊，这种定义其实是很狭隘的。但是他的同时，他也不会说否认说就是赚钱的重要性。对，而现实面我们还是可以追求的。对，那创造这个被动性收入的部分呢，就是从理财开始。这个说法我很认同哎。对，但是理财不只是大家想的什么股票基金啊，还有更多的选项。对，而且也不是强调说一定要就是在就是多快啦，多快速成功，他并不鼓励就是快速成功。作者他比较强调就是说，只要是能够速成或者是用钱换来的任何的东西，它都不具有竞争力及核心价值。那我们去想象斜杠青年，我们要去那个吊单杠，我们是核心要有力，要有核心肌群，对，要核心不上去。对，它核心肌群它就是要透过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锻炼练习。所以他所强调的这个能够持续让我们维持这个持续性收入的这个价值跟资产的核心呢，是从你长期培养你所爱的兴趣来创造出来的，不是只是单纯的这个金钱上的目的。这就是他里面讲到，刚刚讲到别把手段当目的。好，那这样我就想请问袁桑了，就是说那你认为说你什么样的兴趣可以就是到最后变成创造你的更多价值，其实除了你的专业之外。是，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其实也算是一种，对哦，就算一种准备。因为这里面讲到现在是媒体去中心化自媒体的时代了，
以前就是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就是少数这种资讯传播的管道掌握在少数人、就是、对，那现在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直播的方式呢，把自己推出去，就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直播，对，任何人都可以，就是只要我们也是一台手机跟笔电呢、这样子就做起了直播，而且就是不要为了就是有太强烈的目的性，如果你有太强烈的这个目的性啊，那会感到痛苦，如果这边作者真的很强调，就是如果说你做一件事情啊，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快乐，是没有办法持久的，如果你一直想要想要，会掉入一个所谓的要的陷阱，所以就可能失去你原本的那个初心哈、对，但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他也很客观，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对，以我来讲好了，我单身嘛，我未婚、我现在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我就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于培养其他的兴趣，内在的这个部分，对啊，可是慧玲的状况就不同了，慧玲她是有家庭的，所以你是怎么安排你的这个职业人生跟家庭人生，还有这个第二人生，这真的是还蛮大的学问的。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是先从小孩下手，因为我的兴趣就是把我的，就是对家庭而言，我就是把我的孩子照顾好嘛，所以我就是，在于教育这一块，我就是把它就是变成我的兴趣，然后慢慢的去研习啊，有一天它就会成为我的专业，他就会是那些东西就是带不走的。Hello， 吉昌，嘿，吉昌，嘿，谢谢，感谢支持啊，我们两个都没做了，还是前面有点紧张，对啊，也会有一点掉入药的陷阱。赶快来帮我们留言哦。对啊，赶快帮我们留言分享一下，拜托，各位有看到朋友的就帮我们留言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偶尔就是人嘛，人有时候都会就是会掉入这种药的陷阱，就是做事尽量就是不要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对，会做的比较过程会比较愉快。像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直播，我们只是说很乐于分享我们读到的好书或者一些观念知识，但是我们没有去执着说一定要多少人收看啊，对，或者是我们没有在这边做一个销售的行为，对，所以我们就是做直播是属于就是快乐的。那这些最后就是回馈到我们的身上，对，而且其实也是有很多朋友最近也是有朋友在问啊，什么好久没有看到你直播了，对啊，所以其实你在做，其实别人都有在看，都有说到肯定。那我们刚刚回归到就是他有教我们就是先顾好本业嘛，先把就是基础给顾好，再去寻求发展。然后网络上有很多，现在是一个资讯泛滥、资讯不对称的时代，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讯息，然后就是都只是片段，然后会带给我们一些误导，有时候甚至还会有一些假消息耶。对，不晓得那个慧玲有没有听过那个渔夫跟富翁的故事？对，渔翁跟富翁跟渔夫的故事，突然打结。富翁跟渔夫的故事，他就是在说，有一天那个富翁去度假，然后他就看到一个渔夫在钓鱼，他就很热情的告诉渔夫说他的一些经营理念，他告诉他说他可以先找一些人才啊，然后怎么扩充他的事业，对，然后让他变成一个企业，对，多买一条船，对，多买一条船，然后就是教他一些把做生意的一些头脑，这样一些方法。然后最后那个渔夫问富翁，他就反问富翁说：“那我做了一个大企业之后，我今天有了成就之后，那我可以得到什么？”那你就可以像我一样来这边度假啦。对，富翁就这样回答他。那大家想想，是不是其实这个故事蛮妙的哈？因为其实渔夫他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富翁现在在做的，现在正看到的事情，然后他也就是他还花了时间，然后来这边度假，就看渔夫在钓鱼。其实很多人听到这故事啊，都会觉得，都会以为说啊，那些
忙着追求钱跟名利的人啊，就很傻，到最后还不是做跟渔夫一样的事情。可是这只是个片段而已，对，这又只是一个片段。对，当然你去想哦，还有一些反思。嗯，这只是这个富翁的一天而已。对，当他就是建立了自己的财富资产，嗯，达到那个财富自由之后，他是不是有更多的选择？对，他可能明天他可以飞到欧洲，他可以去瑞士高原，他可以去哪里，中国啊还是哪里玩都可以，他就有了很多的选择。对，他不是像那个渔夫，他就是只能待在这个小镇的港口而已。所以我们也是认同他说的这种对现实面的追求。对，只是不要过于追求，而是要重视于内在的部分。嗯，因为任何有形的东西啊，嗯，人生是无常，任何有形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带走的。嗯，有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对，譬如时间。对，但是当你把一项技能、兴趣什么磨练好了之后，变成是你自己的，那谁也都带不走了。真的，就像会游泳这件事一样，再怎么样没有去练习，嗯，当真的可能有状况的时候，你在水里，你就是有办法自救，嗯，就是说可能就可以反应，就是很多东西不会的，你再熟练一下，它就会变成你的东西，它真的是带不走的。Uh-huh, 有人留言吗？有那个杂音哦，会那个学音说有杂音，是不是？我们尽量调整一下，因为麦克风有点问小问题。哦，谢谢雪英提醒我们，哦，谢谢那个雪英美女提醒我们哦。哎，她真的，嗯，我也很欣赏她，也就是对啊，那个很有舞台魅力的一位伙伴。没错，嗯，然后她也提醒，作者也提醒我们啊，未来的，嗯，这个未来的商业模式啊，嗯，讲究的是知识性的服务，嗯啊，以及就是团队合作。对，以前是一个，最近有我看到一个图蛮贴切，以前是大鱼吃小鱼的年代，嗯，现在不是，现在是群鱼吃大鱼的年代。对，就像它里面提到的一个80/20法则哦，嗯，现在就是80%的财富啊，嗯，掌握在20%的手里。那如果我们不是那20%的人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对，所以他就在讲团队合作的重要。团队合作，对对对，而且要从管理啊，管理走向领导的方式。嗯，那你觉得管理跟领导差在哪里？领导应该是说，领导群体带动，然后给方向，可是他是背对着我们，嗯，但是他的心是支持我们，是跟我们在一起的。然后管理的话，就是他只是一直在后面，可能发号施令，然后给我们一定的目标跟方向，然后就是盯着我们看这样子，就很像传统产业的老板啊。嗯，对啊，所以其实他提倡斜杠青年的话，就是培养内涵知识，嗯，一个人他会喜欢跟一个就是有内涵的人在一起。对对，当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啊，嗯，就是以身作则，只要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向前冲的话，这样也会有向心力。对，后面的人就会跟着你。对，又更有冲劲，这样自然就会跟着你，而且不用就是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死盯着看，要放手，嗯，要放手，要给他们目标跟方向。嗯然后要放手让他们去做，而不是就是一直就是死盯着这样子。如果假设你今天被人家练得这样子，嗯，像狗一样，你会开心吗？真的不开心。真的不开心吗？嗯，还有杂音吗？有哎，对啊，那这讲话声音很清楚，但是杂音也很大声哦。是，嗯，好，我们会注意我们的设备。我们下次就是会克服。会，对，谢谢哦。对对对，谢谢吉昌跟这个雪英的这个提醒。所以这它里面强调的团队合作精神呢，啊，其实就像我现在参加的这个 BNI 啊，嗯，BNI 的付出者收获的农夫精神是一样，在 BNI 它玉米田的故事，对，就是在讲玉米田的故事，嗯，就是有一群这个玉米种玉米的农夫啊，那有个农夫他就有一个有很优良的玉米的种子品种，嗯，那他就分给他四周围的人，嗯，四周围的其他农夫去种，那其他四周围的呢就没有分出去，
那就到最后收成的时候啊，只有这位在中间有分享的那一位农夫，他的玉米种出来是最优良的。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想说，因为他很用心在经营它。嗯，对，其实是因为哦，玉米的授粉啊，它授粉它也会去跟外围一些。就是其他的田啊也会有交长、它不是只有这样放，因为你昆虫它没办法控制嘛。那在中间的这一位呢，他有把这个好的东西分给其他的人，那他中间他得到的是授粉，大概是同样的好的基因。那其他旁边的人如果没有再分出去呢，难免就会混杂到一些其他比较不良的，所以最后从种出来的这个品质就会那个良莠不齐。嗯，所以这就有点团队的概念，就是说因为周围的农夫都没有分享。嗯，对，就是一个付出者收获的概念。啊，那只是商业的本质啊，应该就是要秉持这样的精神，然后要把关好品质跟服务。像为什么国外就很多这个百年企业啊，什么酒厂什么的，就是他们有把关好品质跟自己的服务。像台湾不要讲台湾啦，讲东方的企业时常就是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就是一方面就是因为东方人啊，其实我们看一些故事啊，以前的故事还是什么，都会有筹划商人的这种现象，对不对？什么奸商啊，为富不仁啊什么的。其实那是真的是少数啦。对，那是我们的文化上哦，当权者比较就是因为经济的命脉掌握在这些人，所以当权者他变得说会比较私心，而文化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里，所以就是会造成这是一个现象。其实我们并没有要就是否定商业的价值，还有金钱，因为有金钱的东西，我们才能够把这些我们的付出把它量化。把它量化才能够设定你的目标。那企业呢，它就是它有个社会责任啊，它培育人才，它增加国家的这个生产啊，甚至就是回馈于社会，它企业也是它的责任跟价值的。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呢，也没有说要去否认。那想要成为斜杠青年是要做什么事，该做什么？第一件事就是累积累积，对，开始累积，而且不管，其实就是只要你愿意开始，不管永远都不嫌晚。累积指的是累积自己的经验，累积自己的价值，对，累积自己的价值，就是像是专长或者是兴趣，对，以前有句话是说你是谁不重要，但是你认识谁比较重要。但就可能你要认识什么，以前都说要有三师啊，会计师、医师啊，还有什么律师，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的话你要自己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是谁比较重要。因为我先回答纪昌的问题。好啊，纪昌很棒。那个他说，对，因为赚钱后想赚更多钱，要省成本才会造成黑心商人。这个就是迷失，就是也是这一本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就是不要迷失了，不要因为财富迷失了。我们下午有讨论到嘛，对比方说就是不要把手段当目的，不要为了结果就是去做一件事情。他很强调说我们要去享受中间的过程。对，跟我很贴切，我真的是觉得过程大于结果。对，就包括团队合作。对，那我们就自己的，我们讲直接一点啦，就比如说我们要去考讲师好了，考讲师这件事，我们不要为了就是那个头衔而去考，我们是真的要能够把这些东西运用在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上，让我们可以有成长。对，我们做直播，我们学口才，不是为了就是名啊，很会，或者是说很会说话，然后说什么都想要说服别人。对，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这样。对，学习是为了理解，然后为了是减法生活。对，减去什么呢？减去生活，还有负面的观念也有啊，负面的思想啊，
减去生活还有心中的一些那个负担，对，负面的情绪跟负担，对，让自己呢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嗯，所以财富自由里面所这本书提到的，其实真正的这精髓是在于自由这个部分。我看到自强大哥跟元山大哥，啊，还有元山大哥，谢谢你帮我们按个赞。那再来就是说，自我投资的重要认知，对，就是很多速成的都是对金钱换来的啦。对，这刚刚我们有提到，我们刚刚有先提过了嘛。那在他提倡一个就是所谓的成长型思维，嗯，就是不要想要去证明。证明什么？嗯，而是应该去发展什么？嗯，不用特别去证明，存在的不用证明，不存在的不用证明。你越是存在的不用证明，对，已经存在了，它就在那里啦，对对对，你不用去证明嘛。我不用证明说，对啊，这是一台电脑。对啊，你不用证明、啊，它就是电脑啊。那不存在的，你也无法去证明啊。嗯，对啊，所以说有些内在的收获，它你没有办法去证明。嗯，你也不需要去跟人家去证明，嗯，你越是就是越是要求别人的认同啊，嗯，你就会越容易执着在那个执着在那个点，让自己痛苦。嗯，其实你作者啊，作者这本书的作者真的是很博学，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就是贯彻斜杠青年他自己所说的，对，他都是把就是他自己有读到的书啊，嗯，就是确实的内化。嗯，所以它的内容啊，它不是只是教条式的，嗯，对，其实它还包含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啊，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跟感受。对，那当然分享的部分我们是以就是着重于在里面的一些重点。嗯，好，那再来他就说进步的关键有些什么，最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刻意练习。嗯，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要刻意练习。对对对，嗯，比方说就是阅读这件事情，嗯，你可以就是排定目标，嗯，但是你要看衡量自身的状况，嗯，不要为了就是一定要达到那个目标，嗯，反而让自己失去了快乐。这个说法好像就是像之前我有要求自己一天，比如说要看80页的书。哇，80页。对，那有时候就为了这个目标呢，其实书没有内化，没有读进去。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变成读书它就变成是一个负担，对，它就变成负担。嗯，反而就是说你真的工作比如说比较忙碌的时候啊，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设定这个目标，或者说你可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对，而不是说因为其实阅读其实也是可以享受这个阅读当中的快乐，有一种乐趣这样。嗯，然后靠着这样阅读，作者他本身是用阅读写作还有健身的方式呢，嗯，去把知识的东西呢一步一步的就是内化以及架构起来，嗯，他里面强调的就是建立自己的知识架构，对，这点我觉得我非常的认同。嗯，而且他有说其实坚持真的是要有弹性，对，坚持是要有弹性的，那小心掉入所谓的这个沉没成本谬误以及那个成功者谬误里面。嗯，这个都是我看这本书很认同，就是它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啊，我在其他的书里面也有看到。对，所谓沉没成本谬误就是像股市一样，股市很多人都是觉得说他投入了很多钱的，他不想要认赔杀出，结果反而赔更多。对，就是所谓沉没成本谬误。那成功者谬误就是大家都会运用一些成功者的案例，也都看到一些想要复制好的，嗯，对，看到好的这一面是可以鼓励，可以正常，但是我们还是要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个过程，客观的去看，其实客观的看这些成功者是在少数，是啊，对，不要只是一昧相信片面的这样的讯息，是，而且我比较我自己现在比较有感触，就是我常常在外面就是跟接触听一些讲座啊，像所谓的一些成功者，什么贾伯斯啊、马云他们的案例啊，都常常会被提起。对。可是很多人都是想要达到那样的成功，但是却忽略了背后的痛苦。对。大家都只想要获得
好的，最后的结果不愿意去承受那个痛苦的。作者这里面就想说，成长请先折磨自己，要先挣扎。对，但只要是出自于发自于内心的，对你才会就是才会变成自己的养分。嗯，好，那就把我们今天的直播做一个结语。对啊，最后啊，最后就是非常认同的，就是其实人生啊，不就图一个内外一致吗？嗯，不管是内在的这个修炼，还是外在的所得啊，嗯，还有内外的言行啊，如果能够达到一致平衡，不管是本我还是超我的追求，能够达到平衡，就是一种自我的实现。然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答案都不一样。对对对，答案别人没有办法给你，你一定要靠自己去找。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这样讲，你就一定要听我们的。对，也作者很好，就是不是说他讲的就是最好的。对，他里面也有讲试错，就是说要勇于尝试，然后你当你尝试错了之后，你就可以调整，那对了你就继续。对，要勇于这个尝试的精神，不要怕犯错。那学会自己啊，跟别人的，学会分离自己跟别人的人生，不要、就是、尊重别人啊。对对，然后不要把别人的课题，不要把别人的责任背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尊重他人，不要过于评价他人。你倒不如把那些时间心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啊，对吧、啊？让自己更好，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让自己呢拥有选择的权利。这样的呢才是一个最佳的这个斜杠青年的代表。斜杠青年。斜杠青年。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就到这里，谢谢今天有收看啊，还有留言以及分享的朋友。谢谢你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动力。谢谢你们哦。OK，、啊、也不好意思，今天有点杂音哦。对对对。那我们会改善。谢谢大家哦。OK， 好。好，拜拜。拜拜。